神赵宇威。一袭牛仔青装搭配朝气红色的长裤，绑着可爱丸子头，邵宇威脸上挂着好心情出席活动。日前他在脸书发文写下收到一份大礼，还称自己非常害羞。照片里邵宇威手戴大眉戒指，粉丝纷纷恭喜，以为他和男友吴康仁有好消息了。我就是打了关键的几个心情而已，想不到就是引来极大的误会。Hello Vivian， 我是宇威。邵宇威连忙澄清，只是因为当天心情很好，能幸运和偶像徐若瑄讲电话。和吴康仁公开恋爱以来，社群上不时放闪，两人爱的自在，也不会干涉对方穿衣风格。基本上看心情，应该还是比较算少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还是会基尊重他喜欢的风格。处女座的邵宇威说自己其实相当实际，对于婚礼场面几乎没有幻想过，生怕自己想得太夸张，因为拍戏拍多了，所以更不会幻想这些求婚场面。两人越爱越大方，不少男女朋友视角照片更首次公开合体，一起参加朋友婚礼，仿佛是见习当新人。邵宇威感情得意，先前忙着彩妆副业创立，还跨界当作家。努力的形态有很多，为工作努力，为爱人努力。里头的金句让邵宇威的书冲上热销榜，像是我们不一定最特别，但我们一定有机会得到幸福等。30岁的疗愈告白，让邵宇威的粉丝感受到他的温暖力量。TVBS 新闻庄启源、郑伟珍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